新年快乐！今天来开一箱无竹的块状水彩，14色的。嗯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。它这边呢，你打开的话，你会看到它有14个颜色，然后会附一个水笔。水笔里面有装水，你搭配一个卫生纸就可以使用它了。还有带针笔，干掉以后防水，这是附送的，会在里面。你买新的，打开里面就有了。这边会是调色盘，你可以在上面做简易的调色。那比较有趣的是这个，可以压一下，你可以拿起来。然后到时候你要清洗的时候啊，就是你舅舅可以帮你的水彩盆洗一下。有的人有那个喜欢洁癖干净一点的话，也不是啊，就是舅舅把它洗一下会比较干净。你就整个拿起来，然后你就可以洗，就不用因为这个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在水龙头下面冲洗。你拿下来的话，你可以整个去水龙头下面冲洗。那这个以后啊，你都可以这样再把它拿起来。它有一个勾勾，一个 T 字形，卡进去以后就卡住，所以它也不会掉。现在是因为我把它拿出来，那下面会有色号，你到时候用完的话，你都可以再补充，甚至是换你喜欢自己喜欢的颜色也都可以，蛮简单的小装置，卡进去就好了，这样。14色的，现在买来会送那个韵律5本 A5 大小的。就这样，拜拜。